来看一看例题二，下面左右两筐桃子不一样多，从左边拿几个放到右边的筐里，两筐的桃子才能够一样多。赶紧把一样多圈起来，这道小题呀，可难倒了悠悠和闹闹了。好啦，同学们，那你愿不愿意在老师没讲之前暂停视频键，快快自己动手试试呢？怎么样，小朋友们做完了没有？特别的棒！现在啊，跟着乐乐老师，我们共同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哎，注意审题要点，看到了，从左边拿多少放到右边，使得两者一样多，自然是宜多不少问题，对吗？哎，那我们来想一想，思路分析，刚刚已经强调过了，多的给少的，对吧？而且我只需要把多的那个，哎，注意了，比它多的拿出一半给少的，两者是不是就一样了呀？哎，是的。那好，注意了，解题过程，哎，我可以怎么去做呀？列个式子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会，那就是我先算算我比你多多少，好不好？哎，注意了，多多少呢？同学们共同来算算，左边是11，而右边是5，11减掉5，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啊？哦，多了6个，没错吧？好了，多了6个的话，那接下来注意了，我要算一算给多少呀？同学们，刚刚说了，把多余的那个拿出一半给少的就行了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把6怎么样？哎，分一分，对吧？6拆成两部分，这两部分要是一样的，6可以分成3和3，对吗？那好了，由于我们现在呀还没有学到除法，所以简单来写，下面把6拆一拆就可以了，分成3和3，所以本题我就做完了。从左边拿出，哎，3个放到右边，两者是不是就一样多了呀？哎，是的。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好不好？11拿掉3个，还剩下，大声告诉我，8。OK， 那5给了你3个，是不是也是8呀？哎，是的。所以这道小题我们就搞定了。好了，这是一种思路，没错吧？那么刚才呀，实际上乐乐老师也说了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思路呀？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我可以怎么样？我就算一算总共的，好不好？总共的11+5=16，对吗？那么16是总共的，为了使得你们俩是一样多，我要把16拆一拆，拆成两部分，两部分要相等，那就是8和8，没错吧？那好了，你最后要剩下8个，所以我就清楚了，需要从这儿拿几个呀？11-8，我要拿3个，放到第2个框就搞定了，对吗？好了，这道小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。乐乐老师啊，对大家要求稍微高一点点，希望我们同学们要用2种方法来解决一下，好吗？好啦，这道小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吧，石老师点睛，共同来看一看，宜多补少，注意了，还是那首小诗，跟着乐乐老师兴奋一下，共同来读一读，那就是预备开始。一人多，一人少，两人平等才不吵，叔叔比他多多少，给出一半两人笑。同学们，你记住了吗？